黑色厢型车在路口等待回转，但回转那瞬间，骑士直接撞上来，撞击力道大，骑士整个人粘在车窗上，让目击民众傻眼。台南城北路21号早上，白色自校客撞祸了。 自小客红灯没刹车，直接撞车，被撞的车辆侧面被撞翻覆90度。网友回应：驾驶眼障重吗？红灯还开过去，有确定？白车完全没减速，是晃神吗？自台江大道路口时转红灯，发生碰撞。 导致车辆翻覆一路中，高雄三民区一辆机车双载疑似没看到红灯，号志骑过去，机车车尾遭自小客撞上，骑士重心不稳，连人带车喷飞，还撞断了交通号志。本刹车啊，看到已经都在车边了。他们车速是多快啊？很快，没有看到红灯，没有看到红灯，车很严重，就这样而已嘛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驾驶抱怨本来就要去医院的路上，没想到又发生车祸，直呼倒霉超傻眼。肇事女驾驶不断道歉，除了闯红灯违规，黄姓女骑士还无照驾驶，除了摔车皮肉伤，还得遭罚最高将近30000元罚单。记者高雄、台南综合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。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